Hello， 啲宝 Jason， 好啦，今日系4月11日嘅星期六，欢迎大家收睇最新一集嘅《猛男执树枝》。今日咧系第一次喺呢个肺炎 free 岛，我哋呢一个肺炎 free 上面举办第一次嘅钓鱼大会，举行时间去到傍晚6点为止。OK， 咁啊呢个相信今日咧大家有玩紧呢一个《猛男执树枝》嘅话咧，应该都系疯狂咁钓紧鱼噶啦。今日我哋琴日咧，我哋嘅游戏频道，我哋嘅直播咧，咁啊复活咗啦，系嘛？首先第一件事复活咗，咁跟住咧就有观众喺度话：，喂，你系咪弃咗 game 啊？点解你喺度玩 Final Fantasy， 唔系玩呢个猛男执树枝嘅？咁啊，当然啦，我又唔系话弃 game 嘅，不过因为有新 game 出咗，咁啊，梗系玩咗新 game 先噶啦，系咪？咁所以你冇办法啦。好，咁啊，今日呢、這个，已经 set 好晒啦，呢、這、一个钓鱼大会。鱼思婷，嘿嘿，好耐冇见啦！我系帅气嘅鱼类收藏家鱼思婷是也。今日一整天我都会担任肺炎 free 岛钓鱼大会嘅主持人，请多多关照。系啦，钓鱼大会正在进行中，18点之前都可以报名，请踊跃参加。钓鱼大会嘅规则好简单，只要喺限制时间3分钟之内，尽可能钓到最多嘅鱼就可以啦。我会根据钓到嘅数量来给你点数，累积到一定点数之后，就可以兑换我精心制作嘅鱼饵商品，请踊跃嚟挑战我。顺道数一下，钓到的鱼会被自动收进。这个帐篷下面的保冷箱，也就是说只要有一支钓鱼竿，就不需要在意包包有没有空位，随时都可以参加。事不宜迟，你要参加钓鱼大会吗？第一次参加的人不需要报名费，我不参加住，因为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说3分钟之内要钓最多的鱼嘛，那么3分钟之内要钓最多的鱼，我们必须要有一样东西，就是鱼利。不用鱼利的话呢，我们就要周围跑去找鱼嘛，那所以呢，我决定我要将我制作咗嘅鱼类全部拎晒出嚟，我哋有19个，我哋有，其实都唔够多啊，19个都要再储多啲先得。咁但系3分钟时间用唔用得晒19个咧？应该差不多啦，应该。哇！但系用鱼类还用鱼类，我哋仲要有一个好 perfect 嘅位置去到钓先得。嗱，我当我哋一开波。定还是由我哋钓嗰一下开始，佢都参加嘅咩？佢换埋衫，戴埋帽嘅。咁佢系好多咩鱼咧？嗱，即系譬如我哋喺呢一个位，我哋一放鱼嚟，咁样再钓出去，好难、哦。我哋要褪后再褪前、哦。喂，连老萧钓紧鱼、哦，钓鱼啊！只要好似咁样耐心等待，时机到咗就会。咁佢绝对唔到，哇！即系同恋爱一样，唔系真系等。哇！成个岛地都钓鱼 ，OK。掘嘢嗰啲我唔掘住啊，真系，哇！有钱都唔掘。得先，咁我哋一同佢开咗波之后，我哋就行出嚟海边咯，一系。口袋满咗，我超咁样口袋满咩？啊！我执咗劲多嘢，我未卖，因为唔执啊，唔执啦。我哋照开波先。3分钟时间钓鱼，我要参加大会。谂波重现，再开始计时3分钟，要钓好多条鱼翻嚟哦。啊，好啊，冲啊！3分钟，一人。OK。咁啊，第一条，首先唔好鱼钓住啊！唔系嗰边啊，唔系嗰边啊，掉出方向，你唔好向前游啊嗱，佢向前游咗，我好难再钓到啊会，想钓啊，快，唔好喺度舐下舐下啦，唔好喺度舐住啊，我哋今日呢个唔系猛男执树枝，我哋系猛男，喂咩鱼啊？啊狮子鱼，我钓过嘅，冇咁紧张，钓过嘅。想钓啊，角度唔啱啊，顶！我呢波向前游，阿超，你唔好转角度啊！你条鱼点啊？你越游越前。OK， 哇，实际嚟3分钟唔系钓到好多条嘅啫，3条。咦，我有绿色喎，变咗，点解 ？OK， 小明唔够大，无法钓。
咩料啊？喂，咩叫水平唔够大？咩叫咩叫水平唔够大？咩叫水平唔够大？咁都叫唔够大咩 ？OK， come on， 耶、yeah, ，角度啱晒，飘飘住。呢个咧，大家麻烦喺留言度咧报告大家自己喺呢个猛男执树枝呢个游戏里边，究竟大家钓到几多？有水平唔够大，打斜啊！我谂如果照而家嗰个进度嚟睇，钓到六条嘅应该原本可以，但我哋头先太慢啦，搞其他嘢。正常嚟讲，我谂而家呢个时候应该系七条。OK， 嚟继续。阿妈 ，OK， perfect。我预计可能最多会唔会可能钓到十条咗咧？可以钓到十条。OK， 唔使转角度，直去，耶、yeah, ，打斜啱啊！七条，我系仲有时间可以钓到第八条。快啲，快啲，快啲，廿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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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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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come on，let's go，come on。喂，你转弯，你转弯，玩嘢，靓仔。喂，三二一，上钓，上钓，啊，钓鱼大会结束。佢临尾转弯，喂，唔得，好矛啊呢下，喂，太矛柴，此人实在太矛，喂，但系呢条仲要系，屌，呢条仲要唔计，唉，仲要烂埋，去到最尾，哎，好彩啫。等阵我哋有理数可以攞咗先。Fine free， 系啦，咁啊，讲翻呢一个 Final Fantasy 啦吓。咁啊，因为新出游戏啊，我哋需要多啲时间去到玩啊，咁所以咧，直播嚟紧应该都会系 focus 喺 Final Fantasy 上面。OK， 辛苦啦，有钓到好多鱼嘛？今晚钓战时钓到嘅鱼会被放喺帐篷下边嘅冷藏箱。要唔要？要全部卖俾我啦！你都仲确认下你头先挑战嗰先。好，条数你一共有七条，我话有三条以上都可以获得奖励。恭喜你，你获得了九点。嘿嘿嘿，烧嗨嘅，可以可以可以，我自拍喺乜度？你获得嘅点数会自动加入你持有嘅点数里边咯。累积到一定点数就可以兑换豪华嘅如意商品，要确认一下哦。有咩商品啊？我冇查看过，如果又唔要嘅，要可以全部话俾我，再嚟揾我啦。请你全部买下吧，买晒佢啊！佢系咪会卖双倍价钱啊？哇，咁样钓，咁样钓七条万几蚊，全部卖！哇，呢个钓鱼大会都系一个赚钱嘅机会嚟嘅，真心。但我想睇下，佢话可以换嘢嘛，进行点数兑换，睇下咩换先。十点以上就可以兑换商品啊，要十点以上。OK OK， 喂，但系咁样，但系佢咁样有一万蚊都几抵玩下噃。咁、啊、但系呢个当然啦，呢、這个系因为我哋用咗鱼利啊嘛，唔用鱼利嘅话咧就冇钓得咁快嘅。但系头先我哋咁样钓一钓，嗯，都几好噃。诶，大富翁车，我买晒啲嘢先。我哋每日都要入机买嘢啊嘛，我哋要。咦系、哦，今日星期六、哦，我哋 miss 咗琴日我哋嗰个嘅，我哋 miss 咗琴日大头菜嗰个高峰价格添，不过都几都唔紧要啊，因为我都卖晒啦，我啲大头菜已经卖晒，所以都同我系冇关系嘅，同我系。但系记得听日星期日啊，听日星期日朝头早系要去买呢一个嘅萝卜，跟住之后咧就再炒啊。红色心机，可爱心机 ，nice。诶，冷气机，放地式室外机，室外机啊，梗系当日放室外啦。咁但系我哋放咗一间屋，后边咪望唔到咯。但系起码叫有冷气先啦，系咪？水虫板 ，nice， 要埋。跟住之后咧，睇下有咩墙纸，有咩成先。今日墙纸。珠帘墙咩？蓝色砖墙可以考虑下，呢个有嘅。
文藝風景牆唔要，藝術地板咩呢啲我全部都唔要啊。OK， 即系咧肯定知道自己唔会用嗰啲咧就唔买都冇乜所谓啦。嗰啲就 OK， 获得礼数，我哋啲礼数 keep住先。去到必要嘅时候，一次就爆晒出去。但系成呢个系咩啊？播种种花、哦，咁啊，即系要买种子种花啦，即系要。OK。红色风信纸、黄色风信纸、波斯菊，白色、三色嘟嘟，我哋买呢个啦。啊，唔系买一个，买五个应该，买五个，跟住之后出去播种。晒埋啲礼数先，系啦，咁大家记得喺留言度报告一下，究竟你一次最多钓咗几多条？如果根据头先我自己 miss 咗啲嘅咧，我谂我大概理论上嚟讲，应该如果下下都咁样可以即刻钓到咧，用埋鱼鳞，我谂应该十条左右啦，应该系嘛？大概应该系十条左右。再多啲应该都难啦，可能极限系十一条咯，可能极限中嘅极限。杂志架学习嘢，系啦，咁啊钓鱼大赛就咁样啦，咁啊可以十点可以换嘢，我哋参加多一次，参加多一次，跟住之后咧去睇下究竟佢有啲咩换啊，顺便我哋要钱输，呢、這个应该系30,000嚟，应该系。系啊，30,000，你条女啊，30,000过夜啊！系、哎，但我冇鱼竿啊，我冇鱼竿，冇鱼竿，整翻件鱼竿先，大家俾啲时间我。好啦，鱼竿准备好，我哋再参加多一次钓鱼大会，睇下佢有啲咩特别嘢换先。从第二次开始，每参加一次就要收取500，搞错啊，收钱嘅咩？OK， 15嚿水，3分钟开波。OK， 3条鱼上镬，哎，我得咬嘅点数，开始咯，嚟咯。OK， 3分钟，快。OK， 我哋监个打斜嘅角度咧，就每一次都可以一掉鱼嚟就可以即刻掉鱼竿出去，快啲上钓啦，鱼仔，龙虾唔系龙虾，海马。边一块龙虾？边一块 ？Come on，Go go go， 耶耶耶耶耶！角度有少少唔啱，喂你又转弯，喂人渣，转乜鬼弯？喂，边个准你转弯？哇佢浪费咗我起码10秒钟，哇好彩只个上钓啫，犹豫 ，OK。我谂呢铺我哋如果顺利嘅话，我哋应该可以有9条，应该可以有，如顺利，快！头先我哋6条嘛系嘛，7条、6条、6条、7条，但系总之3条以上咧就可以有奖励。其实我哋如果唔用鱼鳞，我哋周围跑咧要钓3条都唔难嘅，3分钟时间，1分钟钓1条，但系用鱼鳞就会快好多咯，为咗扯高分。第4条，我哋用咗一半时间第4条。OK， 以大蝴蝶鱼，耶、yeah! ！唔好转弯啊你，你唔好转弯啊嗱嗱，争啲转弯佢争啲。第5条，仲有1分15秒。啲大鱼会转弯噶，唔好啊 ！OK， 6条，咦，应该顺利可以8条咗，应该系嘛？你唔好咁快讲，因为啲观众又话我你又立飞啊你，你又立飞，嗱系咪啊嗱嗱嗱嗱嗱嗱呢啲咩人渣鱼啊呢啲咩？喂啊死啦！原来系会出现呢啲状况，会出现就系、是、会出现佢哋转弯呢个状况。
啊，点解？唉，七条算啦，唉。唉，我七条算啦，冇计啊，真系，唉，唉，放弃，七条。我系仲有好多水果可以买，仲有好多。开埋呢个瓶中信睇下咩攞先。D I Y 方程式，复活节求 A。睇嚟我应该齐晒啦，复活节嘅方程式。我而家系咁重复又重复咁攞到我本身已经有嘅嘢。所以要钓多鱼咩？佢下头先嘅结果七条，三条以上获得你九点。睇嚟七条系我哋嘅界限。我系同我七字非常之有缘。嗯，点解呢？兄弟全部买下啦，七条鱼15000元卖掉，几好喎、啊！七条鱼咁啊15000，有得玩，有得拎，有得食、啊、其他事情睇下咩换先。我哋有18分而家，而家点数系18点，用10点钟同你兑换商品，乜嘢？妙装饰品？咦，嗰、那个闹嚟嗰个系？应该是哦，第一次参加就有，每一次参加4季都会举办钓鱼大会，哇！即系我哋春夏秋冬都要参加一次钓鱼大会，跟住之后先至可以攞齐晒佢嗰个嘅，攞齐晒佢嗰个一个嘅礼数，即系至少玩一年啦，真系要，好难啫咁样，咁样好难、啊。但我哋有第一个嘅饰品系一个嘅闹嚟，我哋试下放喺呢度睇下咩样先。闹装饰品冇地方放，唔系挂墙噶。哦哦 ，very nice，very nice， 几好喎、啊。放喺边度好呢？我哋放喺是但啦，随便搵佢放下咯，放咗喺呢度先咯。唔错唔错唔错，几靓几靓几靓啊！其实应该放喺我哋嗰、那个。入口度，咦？咁会唔会系每一日净系得一两个？唔系应该系话每一季玩一次，即系今日完咗就冇噶啦噃。今日完咗就冇，即系我要尽量去到钓鱼，尽量去到攞佢个饰品啊！咪真系要，哇！咁要疯狂钓先得啦。咁我疯狂钓嘅过程咧，咁啊唔谂住 keep 住拍啦，因为会好长啦，条片会变到。咁但系就嚟紧嘅直播咧，我哋多数都会系呢一个嘅 FF 啦，咁啊至少玩一个礼拜啊，我谂。咁啊希望大家都支持啊，因为咧 Final Fantasy 7 Remake 嘅游戏咧，琴晚我玩咗5个钟头，佢过场动画啦、故事啦系非常之有趣嘅，咁希望大家都中意啊。做乜多条友喺度噶？喂，我唔识你喎，呢只恶魔羊定唔知乜鬼嘢？喂，乜都有喺度啊！佢仲企喺我月前暑假嚟，乜水啊你？不请自来 ，Hey you， 你是住在岛上的人吗？我是最近搬来的，名字叫波洛斯，我有冇邀请你、啊？喂，咩料啊？我冇邀请你 啊， 啊！我起咗屋之后，佢自己搬嚟啊，因为系咪咁样啊？哦，我起咗呢间屋，跟住佢自己搬嚟。不请自来，原来系咁嘅玩法咁，原来而家系唔使我自己去揾嘅，即系我起屋咧，佢就会嚟噶啦。原来是这样 ，OK。不过冇啦，咁我会拍完呢条片之后咧，咁我会喺食饭食中午饭之前啦。而家系我拍呢条片嘅时候系朝头早嘅11点钟之前，我会喺食中午饭之前咧，我就会继续钓鱼，跟住之后睇下有啲咩可以换到翻嚟。咁之后咧，再同大家做报告。呢只我冇捉过噶噃，我冇捉过噶喎呢只。冇走，冇走。喂，走得咁快？扯我冇捉过呢只，呢只咩嚟噶？呢只粉紫色嘅。走得咁快？冇走咁快，冇走咁快，你走出去我捉你唔到啊！冇呀，紧剩彩澳乜碟？中文差唔好意思，系啦，咁所以咧，呢个游戏咧，我系未起 game 嘅，大家唔好下下都猜测住，一见到我唔玩咧，一见到我转 game 咧就话我起 game 先得噶，未起未起，暂时未起 ，OK， 都仲有机会系会继续疯狂玩嘅，仲有机会嘅，咁但系会唔会疯狂玩呢？就睇我哋玩呢个 FF 玩成点啦。
因为我哋要爆机真系要四啊零五十个钟，所以咧，大家如果支持嘅话，就直播同大家一齐研究一下呢个 FF 先。冇错啦，咁我哋咧呢一个嘅猛男执树枝嘅状况更新，我哋先嚟到呢度，我哋下条片同埋喺我哋直播玩呢个 Final Fantasy 嘅时候，再同大家见面。OK， 咁啊，今日呢条片先嚟到呢度，系咁先啦，拜拜。